Perfect.每个行业应该都是这样的吧，我觉得刚开始都是这么。即使我不当运动员了，我还可以当教练。如果说我再过几年，你让我当运动员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捍卫梦想，那时候我觉得这个 MMA 是真的。我觉得做还是时刻保持自己，做好自己就好了。所以说那么多人去支持你，更要去努力。机会。